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Hyper Geometry 超级儿。问一下，大家很好奇，所谓 Hyper Geometry 超级儿到底是什么？Hyper Geometry 它是一个几率与统计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名词。啊，我们之所以取这个团名，就是为了纪念我逝去的鸡桶。啊，还有它是 Hyper Geometry， 它是一个随机变数。啊，也是纪念一下我们这团，就是各位就是有机缘能够聚在一起成为一团这样。好啊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一首曲子要带来的是草东没有派对的《山海》啊，这首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，也是很有名的歌。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